What are you doing? Ada. How late are you? 5 weeks. 艾达长大了，这一迹象只能说明她怀孕了。而男人因为昨晚督察查水表而出城躲风头去了。昨晚督察带领着他的手下们在伯明翰挨家挨户查水表，把给剃刀党交保护费的场所都查了个遍，为了给目无王法的剃刀党一个下马威。而男人误以为是抓他的，因为他正是地下党头子弗莱迪索恩。汤米得知这老六督察干的好事，让手下把被查水表的损失都给乡亲们补上。此次被这个老六膈应的不行，赶气在我头上拉屎，是要给这个新来的一点颜色瞧瞧。夜晚汤米吩咐手下搬来了镇上所有的国王画像到镇中心焚烧，并找来了一个大 V 发文。 Look, why are you burning them? We went through hell, our king, and now we're being attacked in our own homes. These new coppers over from Belfast breaking into our homes and interfering with our women. We don't think our king would want to see that happening.这篇推文很快就传到了丘吉尔的耳中，丘吉尔一个电话打到了督察办公室，呵斥他的办事流程和效率。这一电话让他慌的一批，没想到剃刀党干出比自己还老六的事，显然这是汤米想要的结果。而后波莉阿姨也把艾达怀孕的事告诉了汤米，她找到了妹妹询问那个男人是谁。 Rudolph Valentino。 妹妹显然不想告诉他。 Get out!All of you, go on now. So tell me his fucking name. Freddy fucking Thorn. Yeah, your best mate since school, the man who saved your life in France. So go on, go on, cut him. Cut him up and chuck him in the cut.Shelby too, you know. Put my fucking film back on. 陷入两难的汤米回到家中，愁着妹妹被拱的事。汤米深知中分头的为人，妹妹跟着他是不会幸福的。波莉阿姨很不理解当年在法国究竟经历了什么，对汤米的言辞态度很是不满。她决定亲自劝说艾达。随后，波莉阿姨就找到艾达实施嘴遁，劝说着让艾达去夹娃娃，不要走上和自己一样的路。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值得为你付出的男人牵着你的手走进婚姻的殿堂。最终在波莉阿姨强力的嘴遁下，艾达选择了妥协。汤米收到了督察的邀约弹劾，两人怀揣着800个心眼坐在了一起。汤米直击主题，要让这个新来的督察不要干涉自己生意上的所有事情。 What do I get in return? I have what you're looking for. I have the guns.汤米见不得比自己还能装的，起身就准备走。督察看到这小子那么勇，也不装了。汤米说，如果不同意就把那批货卖给荷兰爱国人士，倘若这批货到了荷兰，老六督察这顶乌纱帽怕是保不住了。督察也提出了他需要除掉中分头这个地下党分子，汤米也承诺让他消失。随后两人便达成共识。夜晚给汤米看马的手下急匆匆地找到了他，因为准备下轮赛马的马匹感染了病毒，而这种病毒正是吉普赛人的诅咒，目前没有办法治疗。爱马人士汤米不得不亲手送走了这匹马。痛失宝马的汤米来到了酒馆，喝起了闷酒。酒馆内的女服务员缓缓地走过来，倾听着汤米的苦水，慢慢地也打开了话匣子。而后汤米说起女人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他也知道，且有朋友在那边，他打听过了，压根没有这回事。汤米装着叉子性的给女人编了一段情感史。You're a girl from a good family. You got herself pregnant.Bringing a child into the world alone ruined your life. Right. So I'm right. And Bolly is wrong. 隔天清晨，这个老六明显不同意汤米的要求，但对方手上有自己的把柄，不得不先同意交易。而后找到他潜入伯明翰的卧底，让他接触汤米，取得信任，不计一切后果，不择手段，直到套出这批货的藏匿地址。此人正是酒馆内的女服务员格雷斯。这天波莉阿姨带着艾达去往家娃娃的路上，突然中分头索恩出现在两人的面前。原来汤米给索恩寄了一封信，内容是让他滚得越远越好，带上艾达。因此索恩出现在这，随即也向艾达求婚。 Ada Shelby, you marry me? Yes. 两人看此情形开心的一批，
当玻璃阿姨催促着这两位新人赶快上车时，索恩却并不打算离开伯明翰。很显然，他根本不想听从汤米的安排。玻璃阿姨听到这句话时，笑容瞬间宕机，这明显与汤米的计划背道而驰。汤米这边因前些天割韭菜，使家族产业赚得盆满钵满。兄弟们在酒馆里喝着小酒，吹着牛批。突然，馆内迎来了一帮不速之客。Is there any man here named Shelby?I said, is there any man here named Shelby?